这是什么怪物？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手臂，隔着视频你就觉得这个臂围不太真实，甚至比脑袋都大。这个人叫做穆斯塔法·艾洛西，来自埃及，他拥有绿巨人的体质，同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。大家估计也猜到了，这个家伙肯定不是自然的，他的手臂注入了一种叫做希斯龙的油状物，这使得他的臂围达到了66厘米。你要知道，被大家称作臂王的里普瑞斯特手臂也才55厘米。奥赛冠军罗尼的手臂是23英寸，也就是58厘米，而卡特是57厘米。这样一说，大家就知道66厘米的臂围是多可怕的存在了。都说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他这个胳膊一般人的腿还真比不了。当然他本身也拥有良好的体格和优秀的增肌基因，毕竟看他这个训练强度，光是打油肯定是不够的。据他自己说，他成功的秘诀是认真训练和精心计划的饮食。其实穆斯塔法的体型已经完全失去了美感，仔细看他的肩膀也是大得非常夸张，三角肌的部位很有可能也注射过希斯龙。使用这种油状物的人很多都出现过并发症。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但是还是奉劝各位，一定不要轻易模仿。